如果全球没有了夏天会发生什么？1816年，人类度过了有史以来最黑暗的一年。那一年刚好是清朝嘉庆21年，被称为冻死人的子鼠年。在这一年里，中国浙江从1月份到11月份几乎没有见过晴天。7、8月份的长江流域下起了大雪，全球的农历八月还如同寒冬腊月。同时在遥远的西方，大量欧洲人和美国人开始迁移，纽约这一国际大都市就是在这一次迁移中形成的。而这一年也被后世称为无夏之年。那么1816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今天这期视频，老黑就来跟大家说说可怕的无夏之年。想了解更多有趣内容，欢迎点击关注按钮。人们常说六月飞雪必有冤情，难道这一年有什么千古奇冤，所以才会出现这千年一遇的可怕景象？其实这一切都要从地球南半球印度尼西亚的坦博拉火山说起。坦博拉火山是一座复合型火山。1815年的4月5号，谁也没想到沉寂多年的坦博拉火山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突然爆发，巨大的轰鸣声响彻大地，方圆1000多公里范围内的居民都听到了这声巨响。起初附近的居民没有意识到这是火山爆发了，还以为是军事演习，没有人撤离和防御。第二天，一层厚厚的浓雾涌到印度尼西亚的天空，浓雾遮天蔽日，就像是世界末日一样，气温开始变得沉闷燥热，甚至有灰尘从天而降。这个时候坦博拉火山还没停止喷发，远处还是会传来断断续续的爆炸声。从4月10号开始，爆炸声越来越频繁，印度尼西亚已经看不到天空，地面都开始震动。10天后，距火山30公里的居民突然看到了远处超过100亿吨的岩浆倾泻而下，像一只巨大的熔岩怪兽朝人们袭来。这个时候已经来不及逃了，熔岩所到之处一切都被吞噬。然而更可怕的还在后面。你知道1816年无夏之年有多可怕吗？坦博拉火山从1815年的4月份一直持续到7月份，3个月连续不断的喷发，火山喷发喷涌而出的火山灰高达160立方公里，喷射的高度触碰到了44公里的平流层，释放的能量相当于当年日本那两颗原子弹的6.2倍，威力堪比8个俄罗斯大伊万。熔岩覆盖了成千上万的印尼人。紧接着一场巨大的海啸直接吞没了火山旁的城镇。这还不是最可怕的，可怕的是这场火山喷发引起了一系列的蝴蝶效应，全球气温骤降。到了1816年的6月份，全球还是没有升温，世界各地的人都以为今年的夏天来得比较迟，可当一场又一场的大雪飘下的时候，人们才察觉到诡异。当时我国处于嘉庆21年，根据清朝史书记载，8月份天气突然寒如冬月，农业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一整年颗粒无收，导致那一年我国粮食产量出现了断崖式暴跌，老百姓无粮可吃，官府无力回天。于是民间开始出现了一句可怕的俚语：人食人，狗食狗，恶狠的老鼠啃砖头。原本以农业为主的清朝社会状态开始改变，人们的饮食结构也开始改变。与此同时，加拿大出现大规模降雪，气温从35度降到0度，德国出现霜冻天气，美国北部直接进入冬天，街道和河流全都结冰，路上乞讨的乞丐是以往的10倍，冻死饿死的人数数十上百万。人们为了生存开始大规模迁移，从欧洲和美国东部向西部迁移，5年的时间增加了5个州，纽约就是这样形成的。那么我们现在回到正题，一场火山爆发为什么会造成这么恐怖的蝴蝶效应？1816年的无夏之年到底是怎样形成的？坦博拉火山爆发，喷涌而出的大量火山灰和气体把地球包围，这些气体中含有二氧化碳、二氧化硫、甲烷等，喷射到大气层中，接触大气层后反应形成了熔胶，这些熔胶阻挡并反射了太阳光，地球失去了太阳的热量，气温也因此下降。不仅如此，大量的甲烷造成了温室效应。看到这里你可能会疑惑，温室效应不是应该让地球更热吗？怎么反而还变冷了呢？这是因为温室气体最主要的危害是导致地球的昼夜温差变大，当夜晚地球的温度无法从地面消散，那么天空就像一个巨大的玻璃罩，加上大量的山灰遮挡太阳数月甚至数年，渐渐的地球的气温就会不断下降。其次，这次火山喷发的大量二氧化硫是500年以来所有硫化物的总和，二氧化硫会造成地球温度下降，谁也想不到万里之外的一次火山喷发居然直接让地球的夏天消失。2022年，地球也爆发了一次恐怖的火山喷发，那就是汤加火山喷发。很多人担心会不
不会也造成今年也变成无夏之年？唐家火山并不像坦博拉火山一样喷发了好几个月，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而且想必大家最近已经感受到了夏天的炎热，很多人甚至希望夏天真的消失就好了。那么如果在科技发达的今天，夏天真的消失了会怎么样呢？对于喜欢冬天的朋友来说，没有夏天简直就是人间天堂，不会再遭受炎热的烦恼。但每个季节都有它存在的意义，没有了夏天，地球的秩序就会被打乱。不管是炎热的夏天还是寒冷的冬天，这些都是大自然安排好的。虽然科技发达了，但恐怖的灾难依旧会降临，甚至可能会导致人类灭绝。对此你有什么想说的，又有什么独到的见解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跟大家一起分享。你知道人民币是如何从一张白纸变成钞票的吗？这是一张被水打湿放进洗衣机里的钞票，不管在水里洗几次都完好无损，但是普通纸张一沾水就容易碎。人民币到底是由什么材料制作出来的，如此与众不同呢？制作步骤又是什么？古代没有高科技的时候，纸币又是怎么制作的呢？真要说起来，咱们中国的印钞技术至少领先世界20年，目前全球只有34个国家能印钞票，很多国家只能依靠别国才能印刷本国的货币，而全球有9个国家的钞票都是中国帮忙印刷的，像是越南、古巴、朝鲜、老挝等。纸币最重要的就是纸，所以要印刷出合格的钞票，选择纸张是第一步。咱们中国人民币的造纸材料主要是新疆石河子棉短绒，大家都知道我国盛产棉花，而棉短绒是我国纺织等领域的重要原料，就是因为棉短绒，所以人民币才水湿不烂，还耐磨抗腐蚀。第一步材料选好了，第二步就是印刷，可不是大家想象的放打印机里打印一张人民币就出来了。印刷这一步还分好几个步骤，先要印底纹，拿100块举例子，先会在纸上印红色底纹，然后再印图案，最后印人民币的码号，这个码号就相当于人民币的身份证，每张人民币的码号都是独一无二的。而印刷的方式会用到凹版印刷、凸版印刷还有胶印等多种精细的方式，这样印出来的图案十分灵动，甚至还会有立体感，假币是无法复制出来的。那么印刷之后纸币就完成了吗？这是人民币的制作过程，印刷完底案和图案后，下一步就是裁切，这个过程可以说是强迫症福利。人民币印刷出来一开始是像报纸一样一大张，然后裁切成我们日常生活中看到的小张人民币，最后一步就是剪封，这一步不需要机器，而是需要印钞工人用肉眼一张一张的来检查，看看钞票颜色是否均匀，图案是不是清晰的。检查完之后就将钞票整整齐齐的摞起来，然后封存到仓库。屏幕前的你是不是以为这样钞票就能马上到我们老百姓手里了？其实并不会，钞票印完之后不会马上流入市场，要等到市场需要流通的时候才会流入，防止通货膨胀。有的朋友会问，印厂工人在印完之后要是带几张出去，那不就发财了？有这样的想法，只能说你是想牢底坐穿了，就算印钞工人想，他们也带不出去。印钞厂的摄像头极多，可以说真正做到了360度无死角，印钞工人的一举一动都无所遁形，而且印钞工人不允许穿自己的衣服，任何个人物品都不许带，进印钞厂之前就要接受检查，印钞结束之后也要接受检查。而印钞厂里的安保人员都是退伍军人或者武警，他们有些甚至真枪实弹，所以在这重重检查下是绝对不会有人能把钞票带出去的。印钞的步骤我们了解了，那么人民币一年会印多少钱呢？每年都会印吗？其实这可不是国家说了算，而是根据国家生产力来决定的，并不是每年都会印。如果每年都印，反而会导致国家通货膨胀，市面上的货币越来越多，物价也会因此上涨，这对我们老百姓的生活存在很大的影响。那么古代没有现在这样的高科技，钞票是怎么印出来的呢？你知道古代的银票是怎么印出来的吗？众所周知，古代货币一般都是金属货币，直到北宋年间，中国历史上才第一次出现纸质货币，也就是银票，它的名字叫做交子。要制作银票，当然材料也是最重要的，相信大家在电视剧中也看到了，银票是非常薄的一张纸，拿在手里也是轻飘飘的。银票的纸张并不是普通的纸，像是交子使用川纸制作，宋朝用的是楚皮纸，明朝用的是桑树皮，清朝用的是委托高丽制造的特殊的纸张等，不同的朝代制造银票的纸张都大有不同，然后将字样印上去。那么古代的银票是怎么防伪的呢？
首先是靠纸张来防伪，像印银票的纸张是极其昂贵的，普通人家根本用不起，更别说印假的银票了。除了纸张来防伪以外，银票上还会有复杂的人物图案，甚至有特殊暗记，还有隐秘的题号。官府工匠在印银票的时候会精工细造，如果是民间造假银票的工坊，那印出来的就十分粗劣，一眼就能看出来。除此之外，银票的印版基本是铜版，不像印别的东西一样的木板，铜板上的雕纹十分困难且复杂，不是官府专业人员基本上都雕不出来。另外，有的银票还会在制作过程中放上一条特制的防伪线，叫做夹印，就跟咱们现在人民币里的防伪线一样。这条防伪线的制作材料和制作工艺都是保密的，普通老百姓根本制作不出来。除了这些防伪措施以外，最重要的就是古代对造假币的法律。宋朝造假币会被流放三千里，举报有人造假币还能得到赏钱一千贯，甚至还能直接当官。在这种赏罚措施下，古代印假银票的人少之又少。对此你有什么想说的，又有什么独到的见解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跟大家一起分享。富士山真的要喷发了吗？日本最新消息，6月27号，日本樱岛火山喷发，从火山口喷出的黑色云状烟柱高达1500米。然而在樱岛火山的870公里外是日本著名的富士山。就在6月19号，日本媒体报道，日本为富士山喷发做好了全面准备。难道日本富士山真的随时要喷发了吗？如果富士山真的喷发，会不会对我国造成影响呢？首先我们来说下这两天喷发的日本樱岛火山。樱岛火山跟富士山不一样，樱岛火山是一座非常活跃的活火山。早在上个星期，日本专家就预测到樱岛火山可能爆发，没想到预测的还挺准呢。所以当地居民在火山喷发前就已经疏散撤离了，所以这次火山喷发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虽然这次樱岛火山没有带来巨大的灾难，但大家真正担心的是远在870公里外的富士山。早在2020年就传出了富士山可能要喷发的消息，现在两年过去了，日本人时刻准备着。富士山是日本的地标，也是最高峰，距离上一次富士山喷发已经过去了315年，所以很多人忘记了富士山是一座活火山，也忘记了它的威力有多大。公元前286年，亚欧板块和太平洋板块互相挤压，引发了一场地震，富士山就是在这场地震中形成的。据资料记载，从公元8世纪开始，富士山一共经历过18次火山喷发，最近一次就是1707年，之后一直休眠到现在。而专家调查发现，富士山喷火口的数量增多到6倍，也就是说富士山内部的岩浆能量一直在膨胀。那么如果富士山真的爆发，会发生什么呢？如果富士山爆发，日本会因此沉没吗？据资料记载，富士山历史上爆发过规模最大的一次火山喷发是在1707年10月28号，那次喷发也是最近的一次。那次火山喷发被日本人称为宝永大喷发，连续喷发了16天，周围数千平方公里被火山灰笼罩，甚至差一点就袭击到距离富士山80千米外的东京。火山喷发的那一天，日本同时还爆发了一场8.6级的大地震，这是日本有史以来第二大的地震，造成了6万多人死亡。不仅如此，还引发了巨大的海啸。而在这之后的315年，富士山就从此平静了下来。就在2020年，富士山雪顶消失，这一异象也让大家推测富士山喷发是早晚的事。如果富士山真的爆发了，几百公里内的地区都会受到影响。富士山的火山口的直径本来有500米，深度有250米，现在富士山的喷火口已经增加到250多个。当火山真的爆发的时候，岩浆的喷出量将达到上一次的2倍，火山灰甚至会堆积到50多米。富士山周围的27个行政区首当其冲，这次旁边的东京和神奈也会受到波及，几千万日本人的生活将会受到影响。除了民众的生活之外，富士山喷发的火山灰将会弥漫数周甚至数月都无法消散，日本周围的航空航天都会受到影响。除了铺天盖地的火山灰，大量的岩浆会流入富士山附近的那27个城市，滚烫的岩浆流过房屋和道路，所到之处全都被摧毁，就连日本最重要的新干线也难逃一劫。而火山喷发喷出的大量有毒气体，人只要吸入一点就会神经麻痹甚至窒息而亡。那么
富士山喷发会对我国造成什么影响吗？富士山喷发，我国也会受到影响吗？大家都知道，我国的东北三省距离日本很近，如果富士山喷发，大家最担心的就是东北的城市。不过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冬季东亚地区的主要风向是从西伯利亚吹来的西北风，而我国处在上风口，这样火山喷发的火山灰会被吹离我国。如果火山在夏季喷发，那么火山灰可能会在东南风的加持下吹到我国东北部、朝鲜半岛和俄罗斯南部等地，那么我国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不过顶多就是空气污染。最值得我们担心的就是长白山天池，因为长白山天池和富士山有可能处在同一个火山带上面，万一发生连带反应，可能也会引发长白山的火山爆发。不过也有专家说了，只要富士山火山喷发不超过六级，那就不会对我国产生任何影响。现在回到大家最感兴趣的问题，富士山喷发，日本会沉没吗？我们都知道日本是个小岛国，四面都是大海，关于日本沉没的问题，全世界也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好像也并不是空穴来风。日本处在板块交界处，地震火山十分频繁。像地震，日本每年都要发生好几次，大地震每隔两三年也会发生一次。富士山周围就地震频发，但地震不会造成日本沉没。富士山火山在自然喷发的情况下，不管造成地震还是海啸，都不会导致日本沉没，因为能导致日本沉没的因素只有一个，那就是海平面上升。对此你有什么想说的，又有什么独到的见解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跟大家一起分享。永远走不出去的楼梯，彭罗斯阶梯真的永无尽头吗？它没有最高点，没有最低点，只要踏上这个阶梯，你就陷入了无限循环。它被称为科学家的鬼打墙，永远走不完的恶魔阶梯。那么彭罗斯阶梯是真实存在的吗？它的原理到底是什么呢？今天这期视频，老黑就来跟大家说说神奇的彭罗斯阶梯。想了解更多有趣内容，欢迎点击关注按钮。彭罗斯阶梯其实是数学界著名的几何悖论之一。1985年，美国数学家罗杰·彭罗斯和他的父亲列昂尼德·彭罗斯共同提出了彭罗斯阶梯理论。这个理论不是他俩凭空想出来的，而是罗杰本身就是一个对数学很感兴趣的人。他还在剑桥读研究生的时候，有一场国际数学家大会曾在阿姆斯特丹举行，爱数学的罗杰自然是欣然前往。在这场数学家大会上，他看到了画家艾舍尔的一幅画作，那幅画中画的就是很多奇怪的阶梯。就这样，罗杰被这幅画吸引了，他开始按照艾舍尔的画画出了一些奇怪的几何图案。父亲列昂尼德也跟着他一起琢磨，最后两人创造了一批不可能存在的建筑物和几何图形，这个就是彭罗斯阶梯的原型。在我们看来，彭罗斯阶梯就是由四条楼梯相连组成，而且每条楼梯都是向下的，看起来达到了无限延伸。这种楼梯在很多影视剧作品中都出现过，像是《盗梦空间》里永远走不出去的楼梯，还有《鬼吹灯》中恐怖的悬魂梯，还有游戏中也出现过彭罗斯阶梯，比如《纪念碑谷》。在虚拟的网络剧里制造这种神奇的楼梯容易，那么在现实中这种楼梯是存在的吗？你见过真实的彭罗斯阶梯吗？就像鬼打墙一样，当你顺时针行走时，你会永远向下走，而当你逆时针行走时，你却变成了永远向上走。最离谱的是，不管你往哪边走，你永远都走不出这个楼梯。过去很多科学家想过打造一个真实的彭罗斯阶梯，可是最后都以失败告终，因为第四段阶梯跟第一段阶梯根本连接不上。不过在2013年，有人在油管上上传了一个视频，视频说在纽约州罗切斯特理工学院里就有这样一座神奇的楼梯，是一名菲律宾设计师拉菲尔·纳尔逊·阿波甘达在1968年建造的。为了验证这个楼梯的真实性，一名男主持人来到罗切斯特理工学院楼梯所在处，主持人先是一边说话，然后一边向上爬楼梯，可是很快他居然从楼梯下方出来了。紧接着他又找了一名女生志愿者，为了表示视频是真的，摄像头跟着女生一起往上爬楼梯，结果他真的遇到了在原地等待的主持人，女生被吓得往下跑，结果又从上方楼梯出来了。这个视频上传到油管上之后，引发了网友的热议。后来又有人跑去罗切斯特学院寻找这个楼梯，可是怎么也找不到，就连本校的学生都不知道楼梯的具体位置，它因此被叫做恶魔楼梯。很快网友们提出了很多质疑，如果这个楼梯是真的，那么视频里的人是怎么进去的呢？最后又怎么出来的呢？质疑声愈演愈烈，眼看事情就要往阴谋论、玄学等方面发展了。视频的原作者这才出来澄清，原作
作者是理工学院一名电影与动画学院的学生，理工学院的楼梯根本不存在，是他用摄影手法和动画制作的。那么为什么彭罗斯阶梯没办法真实存在呢？彭罗斯阶梯真的存在吗？当我们眼睛看着彭罗斯阶梯的时候，其实一定程度上受到了画面的蛊惑，在明亮层次和阴影的干扰下，我们所看到的彭罗斯阶梯是有错觉的画面。所以学者们认为彭罗斯阶梯不可能存在于三维空间，而是存在于四维甚至更高维度的产物，因此彭罗斯阶梯也被称为不可能阶梯。无独有偶，跟彭罗斯阶梯一样神奇的理论还有克莱因瓶和莫比乌斯环。克莱因瓶是一个很特殊的瓶子，据说将地球上所有的水倒进去也装不满这个瓶子，瓶子的底部就是个洞，从瓶子颈部扭曲进入了瓶子的内部，然后跟底部的那个洞相连，那么这个瓶子就是没有尽头的。科学家们也经过了反复的研究和实验，发现克莱因瓶是不符合三维空间的物体。虽然现在有很多人说制造出了克莱因瓶，但都是错误的，因为科学家的实验验算出就算是虚拟的克莱因瓶也无法装满。对克莱因瓶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老黑之后就会详细给大家讲讲。另外还有莫比乌斯环，很多人不知道，如果沿着克莱因瓶的对称线切割，那么就会得到两个莫比乌斯环。莫比乌斯环跟克莱因瓶不一样，是可以在现实世界制造的，大家可以跟着老黑一起制造一个。首先拿出一张白色的长纸条，将纸的一面全部涂黑，然后把纸的一端扭转180度跟另一端粘在一起，一个莫比乌斯环就制造出来了。莫比乌斯环只有一个面和一个边界，没有内外之分，不管从环上的哪一点出发，最后还是会回到原点。这些几何悖论至今没有人能够给出最确切的答案，你对他们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跟大家一起讨论。这是一艘已经用了30多年的货轮，饱经风霜的它正在被牵引船拉着去墨西哥湾，不是去运货，而是要在墨西哥湾的海面上直接被拆解，然后凿烂沉入海底。在我们看来就是将垃圾导入海洋，这是污染环境的行为啊。可是美国人却说这样能改善海底环境，究竟是什么意思？这样做到底有什么用处呢？今天这期视频老黑就来跟大家说说轮船沉到海底到底有什么用处。想了解更多有趣内容，欢迎点击关注按钮。事实上，这艘船在被拉到墨西哥湾之前，就已经被别的工人们清理掉了所有有害物质和废弃物质，像是轮船上所有的灯泡、电缆线、发动机等等，然后被牵引船拉到了距离海岸线100公里的指定位置。船上的工人就开始进行最后的清理工作了。他们在船尾两侧用工具切开了4个大洞，慢慢的将海水灌入船舱中，只需要大约1个小时，货轮就完全沉入了海底。别看沉船的过程好像很简单，实际上得花390万美金才能完成。此时此刻，很多朋友肯定要疑惑，如此大费周章又费钱的将轮船沉入海底，为什么不直接把废弃的轮船钢材用来卖钱呢？他们这样做到底图啥？事实上，美国人这么做并不是吃饱了没事干，而是为了在这片海域人工建构一个鱼类的栖息地。简单来说，就是给鱼儿们盖个房子，其实啊，就跟钓鱼的打窝差不多。那么这么做究竟怎么改善环境呢？美国将废弃的轮船在海里凿沉了，真的能改善海底环境吗？一个月后，人们发现这艘轮船的表面布满了浮游生物，海藻、珊瑚虫、牡蛎也出现在轮船上。再等到3个月后，这片海域出现了成群的鱼儿和遍布的海藻，这艘沉船也成为一些鱼群的庇护地。在遇到追捕的时候，大型鱼类根本钻不进轮船，这样鱼儿的数量就会越来越多。海洋生物学家也做过统计，在沉船附近的区域，鱼类的种类和数量都出现了明显的增多，附近渔民的捕鱼量也大大增加。这事儿对于环境和渔民都是一件好事。这样看来，美国这个做法确实是一举两得。而这个做法也有一个专业名词，叫做人工鱼礁。不只是轮船，废旧的飞机、火车，甚至军用的坦克车辆都能被投放海底作为人工鱼礁。比如大西洋有一处海域，在这块海域的海底，你能看到714个报废的地铁车厢，这些车厢就这样静静地躺在幽深的海底，任由海藻、海绵等生物在上面肆意生长，还有各种各样的鱼类穿梭在车厢中央，这些车厢就是一个个的人工鱼礁。据悉只过了短短7年，这片海域的海洋生物数量暴涨了400倍。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美国就开始在海里
投放人工鱼礁给鱼类建造栖息地。第一个人工鱼礁建在新泽西州，现在那里已经是一个著名的旅游景点了。世界上最大的一个人工鱼礁是一艘160米长的登陆舰，它就是沉没在佛罗里达群岛海域的斯皮尔格伦布号，在海底就像一座水下迷宫，数不清的鱼儿在这里安家。那么这些沉船为什么能够吸引鱼类呢？你知道将轮船沉入海底为什么能吸引鱼儿来安家吗？在将一艘大型轮船凿沉海底之后，会使沉船的这个海面降低，然后水底会形成不断向上的水流，底层海水上涌补充，这个水流就叫做永生流。永生流将海底低温又有营养的海水带了上来，也带上来许多浮游生物，而浮游生物是很多鱼儿的食物，那么就会吸引一大批鱼儿来到沉船这里安家，渐渐的繁衍生息，更高级的海洋生物也会来到这个地点捕食。在这样的循环下，这艘沉入海底的轮船变成了一个微型的生态系统。事实上，我国也投放过很多人工鱼礁。不久前，在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保护区游溪段投放了大量的新型人工鱼礁，是西南大学设计的。这是长江上游第一次投放新型人工鱼礁，因为长江游溪段是我国国家级珍稀特有鱼类的自然保护区，投放人工鱼礁，大鱼就吃不到刚孵化的小鱼苗，那么这个鱼儿的数量就会大大增多。其实，在增多长江流域的鱼类资源上，我国进行了很多的努力，比如划定鱼类生态功能保护区，对重点鱼类重点保护，严格控制污染物排入长江，沿江地区的环境绿化也要加强，像是种植草地和森林，严禁破坏沿江城市的环境，还有扩大鱼类栖息地。其实，人工鱼礁就是增加鱼类栖息地的一种方法，最重要的一个办法就是禁渔措施，保护长江的生态环境需要我们每一个人都行动起来。对此你有什么想说的，又有什么独到的见解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跟大家一起分享。作为地球的最深处，位于太平洋深处的马里亚纳海沟是一块神秘又凶险的处女地，征服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的人已经有4800多人，但征服马里亚纳海沟至今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到。几十年来，科学家们一直在全面探索马里亚纳海沟，他们发现马里亚纳海沟一直在源源不断地吞噬海水，每100万年吞掉3000万亿吨，平均每年要吞掉30亿吨。按照这个数量来算，地球上的水资源应该早被吞噬干净了才对，为什么海平面没有下降反而上升了呢？马里亚纳海沟吞噬的海水都到哪儿去了呢？今天这期视频，老黑就来跟大家说说马里亚纳海沟吞噬海水的秘密。想了解更多有趣内容，欢迎点击关注按钮。马里亚纳海沟又名马里亚纳海沟，1875年英国皇家海军第一次发现了它的存在，当时科学技术有限，人类没能开展探索，但科学家们推测这条海沟已经存在了至少6000万年。随着科技的进步，进入20世纪后，英国、俄罗斯、日本等国家陆续派出团队潜入海沟深处一探究竟。1995年，日本探测艇海沟号下潜至马里亚纳海沟10911米深处，随后美国又派出海军中尉驾驶李维斯特号抵达马里亚纳海沟深处10916米。2012年，加拿大导演詹姆斯卡梅隆独自驾驶潜水器进入了海沟深处10898米。2019年，美国再次派出潜水器下潜，这次他们潜入了10928米，是目前人类探索到的最大深度，但这个深度下面依旧是深不见底，因此人类到现在都不知道马里亚纳海沟到底有多深。那么回到正题，马里亚纳海沟吞掉的海水都去哪儿了呢？马里亚纳海沟正在吞噬地球上的海水，每年都要吞掉30亿吨，这么多水却没有导致海平面下降，反而让海面上涨，这到底是为什么？大家都知道地球的结构分为地壳、地幔、地核，距离地表最近的是地幔，然后再是地核。地球诞生46亿年以来，地壳时时刻刻都在运动中，地壳在运动过程中会发生剧烈的碰撞，每次碰撞都会造成不同的情况。马里亚纳海沟就是大陆地壳亚欧板块和大洋地壳太平洋板块碰撞形成的。大陆地壳密度低，虽然很厚，但是重量很轻，但是大洋地壳密度大，所以又薄又重，这就导致了大陆地壳和大洋地壳运动的时候，大洋地壳因为重力向下俯冲插到了大陆板块里头，在这个俯冲的过程中，大量海水涌入了地幔，所以马里亚纳海沟才会每年吞掉那么多水。不仅如此，科学家还发现在地下200公里深处有一种特殊的岩石，这种岩石叫做林伍德石，林伍德石水分子含量相当高，科学家检测过林伍德
得石中大约每100万个晶体分子中就有2000多个水分子，越是在地底更深处的林武德石，它的水分子含量就越高，深度超过410到560公里深处的时候，每100万个晶体分子中的水分子能达到1.5万个。同时科学家们也推测，地幔深处存在着大量的林武德石，这些林武德石的总含水量甚至比地表总水量的3倍还多，所以不管马里亚纳海沟吞掉多少海水，海水也不会消失。可是有科学家在探索马里亚纳海沟的时候，在深处听到了一些奇怪的声音，就像鲸鱼的呼喊。于是有传言说，马里亚纳海沟深处有巨型海怪一直在吸水，这是真的吗？马里亚纳海沟深处真的有巨型海怪吗？有科学家在探测海沟深处的时候，发现海沟突然传来一些奇怪的声音，像是鲸鱼的呼喊，又像是汹涌的巨浪声，断断续续让科学家们感到十分惊恐。难道真的是某种不为人知的海怪吗？按理说，马里亚纳海沟深处水压极高，就算是丢颗核弹进来都会被压扁，不管是什么生物都无法在这里生存。为了弄清楚声音的原因，科学家们进行了夜以继日的探查与分析，最后发现这个诡异的声音是因为马里亚纳海沟在吞食海水，巨量的海水路过海沟10000米的区域时，会跟周围的气体发生剧烈的摩擦，因此发出了诡异的声音。那么马里亚纳海沟深处真的没有任何生物存在吗？一开始人类确实认为在海沟深处这种恶劣的环境下不会有生物生存，可是2014年，科学家在海沟深处发现了一种奇特的鱼，这种鱼全身都是白色，脑袋很大，但是眼睛很小，浑身上下没有一块鱼鳞。后来打捞上来才知道，这种鱼居然是狮子鱼，但是因为在海沟深处这种恶劣的环境下已经变异，跟我们常见的狮子鱼不太一样。在海沟2896米深处，科学家还发现了一种水生蠕虫——石骨蠕虫。这种蠕虫专门以骨头为食，能分泌酸，身上还带有一种特殊的细菌，能够将骨头中的蛋白质和脂肪转化为营养物质。在海沟3962.4米深处，科学家们又发现了一种生物——烟灰鞘。这种生物长相十分奇特，身体像钟一样，还有两个巨大的鳍，就像小飞象的耳朵，所以科学家也把这种生物叫做小飞象章鱼。除了这些奇特的动物，马里亚纳海沟南侧还有一片珊瑚林，就像一个海底花园一样，十分美丽。对此你有什么想说的，又有什么独到的见解呢？欢迎留言与大家一起讨论。